滑鼠逻辑今年3月刚上市的 Vertical 垂直滑鼠，那它是符合人体工学设计，也有经过美国的人体工学协会认证。那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角度，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舒适的这整个手臂，像我们走路可是这样走，其实手就会这样子。对，就等于是把手放回我们滑鼠上，就会减轻所谓的电脑手或者是手臂肩颈所受到的压力，所以长期使用，像是上班族、设计师、工程师等等，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。下载逻辑的 option 的软体，对，可以看到一进来它可以侦测到我们这边现在就有两个装置，我们点入我们 vertical 的装置，那这边就可以跟你会有进行简单的介绍，就是现在这一支滑鼠的电量。所以我们这边是用充电的方式，当然逻辑这边的续航力都是很好的，我们充饱电其实是可以用3到4个月不等的。3到4个月是充饱电这么久？没错，而且是用这次是 Type C。Type-C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3123，代表是一个 Easy Switch 的设计，就是我们有三个装置，我们可以连接3个装置。然后我今天第一个装置可能是笔电，第二个装置可能是我桌机，我就可以这样兑换。所以在3个装置之间，我只需要一支滑鼠就够了。对，当然还有我们很厉害的 Flow 技术。Flow 是情况呢是2个装置，可能是2台笔电，我们2台都有 Flow 技术这个软体存在。那我们按启用 Flow， 2台就会开始在侦测对方，然后配对好之后呢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复制这个资料夹，我直接拖过去就可以到另外一个装置。嗯，对对对，这是就会透过无线网络传过去，两个要连同样的网域站就可以使用，对，所以就不再需要 USB 啊或是云端，我就可以直接传桌面传资料，这样对，复制贴上文件、图片都是可以的。这支售价是3290，其实一般来说包覆性是挺好的，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，对，但是长期使用下来其实是好的，就是它真的可以解决所谓电脑手啦，因为现在很多几乎工作都会一天8个小时以上使用电脑。好，谢谢。